有着无穷的梦想，也许在那小巷，也许在那草原。在我担任董事长2013年开始到现在2017年，目前筹款已经达到了230多万，应该目标是不远的。我希望各位商家、各位社团、各位什么呀、各位生态旅客，在大力的协助和支持，能够很快就会达到那个目标了。谢谢，再次的谢谢 Casper 集团、南洋商报、中国报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谢谢。我们非常感谢马来西亚 Casper 集团赞助南洋商报、中国报联办的这个十大义演。这一项十大义演呢，我们学校算是非常幸运，也有机会参与。那么，通过这个十大义演，我们筹到的款项呢，将会让我们学校莘莘学子受惠。那我们主要是会用来提升课室，让学生们有一个舒适的课室，让他们的教与学活动呢更加在一个更加好的环境进行。同时我们也提升我们的礼堂，因为礼堂已经成就了，已经是21年了。那么希望通过这一项筹款，这两项大计划呢能够成功，让我们学校越办越好。谢谢大家。不要轻易丧失方向。
心里有着无穷的梦想，也许在那小巷，也许在那操场，还是遥远的地方。心房一直茁壮的成长，就让我们完成着